成口飞脂，牙肉又烂，如果两个礼拜咧都好唔翻，真系要小心啲啊！呢啲咧未必系牙野热气，分分钟系口腔肿瘤嚟噶。良性都冇咁得人惊，最麻烦咧系恶性嘅癌细胞，严重嘅要切除坏细胞示弱嘅地方，条脷啊、面颊啊都未必保得住。外观当然受影响啦，理唔理佢嘅话，更加有机会扩散到其他地方，甚至系器官。到时候咧，连命仔都冻过水啊！欢迎收睇 EF 最强，继续我哋嘅牙科系列。好多疾病咧，单凭肉眼都可以睇到估得出，好似系白内障咁啊，患者对眼咧，原本清晰透明嘅晶状体咧，会变得混浊。又例如是患有老退化症咁样，患者记忆力一日差过一日，好明显咧就知道是有衰退啦。不过有啲疾病咧，就连患者本身啊都唔容易察觉到嘅，好似系我哋今日探讨嘅口腔肿瘤呢个病咁样，症状唔系好明显，令到唔少患者咧都会去延医，少部分人咧甚至会变成恶性嘅肿瘤，即系口腔癌，甚至失去埋性命。今日我哋就请嚟香港大学牙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助理教授蔡永山医生咧，同我哋倾下噶。蔡医生你好，你好 Vienna。啊，好想问一下呢个问题，点解个口都会生癌嘅？或者系口腔点解会有肿瘤啊？系口腔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细胞嘅。佢啲細胞嘅生長啊，佢嘅功能啊，全部都依照一定嘅特定嘅模式去運行嘅。咁當呢啲規律受到破壞嘅時候，可能係基因突變啦，可能係有其他嘅因素促使佢變有個咁嘅變化啦，咁佢又會產生病變，即係話佢哋個生長嘅規律就唔跟翻嗰個方程式㗎啦。咁佢可能個越生越多越生越大咁不受控咁樣去生長，咁或者係佢嘅功能受到改變咗，佢原本應該咁樣做依樣工作嘅呢個細胞，但係可能咧已經發揮唔到呢個功效啦。咁呢個就會係我哋所講嘅腫瘤嚇。咁亦都有分良性同惡性嘅。良性腫瘤一般咧就係喺翻一個局部嘅地區就作惡嚇。如果係一個惡性腫瘤咧，佢可以係擴散去其他身體嘅部分嚇，咁即係擴散咗其他嘅器官啦，譬如話肺啊、肝啊咁樣樣，咁嚴重嘅係會影響到佢性命嘅。我哋講下咧，頭先講到良性嘅，你就話會喺局部嘅地區，會喺咩地區生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口入邊咧所有有細胞嘅地方咧都可以產生病變嘅。咁常見嘅咧就可以喺牙齒嘅附近啦。即包括牙根、牙肉、牙床骨在口腔裡面也有它的黏膜的，就譬如說上顎的部分、面頰的部分、脷、脷底、嘴唇、這些全部都可以、有腫瘤的。我想問一下，良性的、這些腫瘤是有沒有分為哪幾類的呢？大部分人會患哪些類型呢？如我哋個分類可以跟嗰、那個地區去分嘅，即係譬如話脷嘅有脷噶啦，口水腺嘅有口水腺啦，牙齒有同牙齒有關噶啦，同骨有關啦，同其他軟組織表皮細胞有關嘅都有嘅。咁係咪有一種咧良性嘅叫造有細胞瘤咧？呢樣係咪比較多人患咧？係。造有細胞瘤咧係屬於牙源性嘅良性腫瘤嚟嘅，咁即係話佢係同牙齒係有關嘅，由牙齒嗰度嚟嘅。咁佢係喺個牙杯組織，即係當個牙發育嘅時候啦，有嗰啲造有嘅細胞，即係話佢我嚟做嗰啲珐琅質嗰啲細胞咧，佢產生病變，咁演變成一個腫瘤嘅嚇。咁佢通常咧就會喺一啲牙根嗰度會開始嘅，咁就會喺個牙床骨入邊個牙槽骨嗰度越生越大啦嚇。咁佢慢慢變大嘅時候，可能會破壞咗嗰啲牙骨啦、神經線啦、牙齒啦。咁呢個就係造有細胞瘤。咁我想問一下啦，造有細胞瘤咧佔整體口腔腫瘤良性嘅入面係有幾多咧？頭先你都話啦，好多地方都會生噶嘛。係，佢佔所有嘅口腔腫瘤大概1% 左右。係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造有細胞瘤入面係啲咩嚟嘅咧？入邊咧組織係啲咩嚟嘅咧？佢就係由牙杯嘅組織演變出嚟啦。咁我想問一下有啲咩人？有啲咩人係特別容易啲患有呢個造有細胞瘤嘅？
做咗細胞瘤，我哋通常咧會喺二十至四十歲嘅年青人嗰度會見到嘅。咁有啲人可能初期因為冇發現啦，亦都冇去求醫，可能佢當佢越變越大嘅時候再嚟求醫，可能就會比較遲啦。不過一般嚟講，我哋會見到係二十至四十歲啦。咁男性同女性個比例都是一樣的。我想問一下咧，即係譬如整體良性的口腔腫瘤咧，有冇話有啲人係高危啲會患嘅咧？暫時良性腫瘤佢點解會發生，其實原因未明嘅。咁有啲可能係同佢嘅基因啊嗰啲有關，不過其實而家仲係做緊研究去探索緊嘅嚇。咁所以暫時就未有呢個數據咯。做咗細胞咧，雖然係腫瘤啦，不過通常咧都會緩慢咁生長㗎，而且咧臨床嘅症狀又唔係好明顯啦，患者好容易咧都唔察覺㗎。不如我哋睇下一啲患者嘅相先啦。咁可以見到咧，做咗細胞瘤咧，通常咧喺下顎骨嘅位置生長，患者頜骨咧就會膨脹，咁導致牙齒移位啊、鬆動啊，甚至係會甩牙添。咁再睇下一啲嚴重啲患者嘅相啦。咁見到腫瘤嘅體積咧不斷咁樣擴大啊，咁令到佢哋咧面部都變曬畸形喎。咁蔡醫生啊，頭先我哋睇到啦，做有細胞瘤咧，即係嗰個腫瘤會越嚟越大啦。係咪好多人都未必會咁快察覺，係搞到好大個咁先去求醫嘅咧？冇錯，因為佢開始嘅時候咧，通常喺個牙根或者牙齒嘅附近開始嘅，亦都喺個牙床骨入邊嘅。咁所以初期嘅病徵唔明顯，除非個患者有定期去拍一啲 X 光片去檢查，如果唔係，其實平時唔易察覺嘅。咁當佢越嚟越大嘅時候咧，佢可能會侵蝕咗嗰啲牙骨啦，令到嗰個骨膨脹啦，咁佢嗰個病徵就會變咗佢啲牙肉開始會腫啦，或者再嚴重就會成個面會腫啦嚇。咁嗰個牙齒因為受到嗰個腫瘤影響啦，佢可能會令到佢移位啦，推即係個腫瘤生大嘅時候推走咗啦，或者佢個牙根咧因為個腫瘤膨脹嘅關係而收縮，所以會鬆動啦。咁、那個腫瘤大嘅時候咧，亦都會容易有感染嘅。有感染嘅時候，個患者就會有痛啦，或者可能有流瘤嘅情況。咁佢可能嗰陣時先會去求醫啦。咁如果咁嚴重先求醫，其實去到咁嚴重，對患者有咩影響？去到個腫瘤咁大嘅時候咧，因為個腫瘤個治療咧都係用手術去嘅方法去根治嘅，咁佢受影響嘅部位就大咗啦。咁包括佢有血管啦，有神經線啦，咁呢啲同或者其他嘅牙齒啦，咁呢一啲組織咧可能都要需要喺個手術當中要切除咗嘅，咁變咗個患者就會缺失咗呢啲部分啦。當個缺失大嘅時候咧，亦都會影響佢個面型啦，佢個功能啦，亦都對我哋日後嘅修復有一定嘅困難嘅。外觀上點樣去發現佢係一個腫瘤咧？係嗱，頭先我講過如果是跟牙齒有關的咧，就會常見就係啲牙齒可能會有移位啦、鬆動啦嚇，痛就未必咁常見嘅。咁如果係發生喺脷啦或者其他口腔黏膜嘅咧，最常見嘅可能係腫啦，可能出現啲唔同嘅色素啦，可能會係有啲白斑啦，或者有啲紅色、白色嘅斑啦嚇，或者有啲潰瘍啦嚇。咁有啲係有黑色啊，或者藍藍地色啊。咁或者佢嗰、那個感覺係唔同咗，即係可能有麻痹啦，或者佢嘅喐動，譬如條脷嘅喐動係會有限制嘅嚇。咁呢啲都係其中一個病徵嚟。咁我想問一下治療咧，頭先你就講到啦，即係如果咧係做有細胞瘤咧，我哋就通常會切除嘅咁。咁但係係咪所有都要切除咧？好似係可以刮都得嘅喎，係咪咧？做咗細胞瘤咧，其實係分幾種嘅，咁有一啲係囊腫性嘅，有啲係實性嘅。囊腫性亦都分單囊性同埋多囊性。咁單囊性咧，佢本身嗰個侵蝕其他周圍組織嘅機會係低啲嘅，咁所以某一種嘅單囊性嘅做咗細胞瘤咧，其實係可以係刮治嘅，即係整個刮除咗，唔需要去切周圍嘅骨嘅。咁同埋係會用一啲藥水
特別的藥水去在刮完之後揦一揦周圍嗰啲骨，減低佢復發機會嘅。咁但如果是多囊性或者係實性嘅咧，因為佢可能會侵蝕到周圍嘅骨啊嗰啲組織嘅，而如果刮咧係可能會殘留咗嗰啲造有細胞瘤喺周邊嘅地方，咁令到佢嗰個復發機會好高嘅。咁所以如果喺呢啲咁情況咧，我哋係需要將佢周圍嘅骨咧都係要清除嘅。所以我們就會可能是如果小的我們叫做方塊截除，如果是大的呢會變成有一個區段的顎骨都要清除的。嗯，有患者呢以為呢棚牙出了事，去看牙醫呢才知道原來是生腫瘤，一起看看。不要忽視牙肉腫痛還有爛牙，分分鐘不是一般牙齒問題那麼簡單。嗰時係摸過一隻牙，係直頭冇腳嘅，嗰時都冇發現到係咁樣。有睇到係嗰個牙褥啊，淤黑咗。嗰時諗住咧，只係牙褥發炎啊咁樣，先走去睇牙醫咯。冇諗過咁嚴重。原本以為啲牙出咗事，點知牙醫幫周生照 X 光，發現佢口腔有個大陰影。於是周生再去做詳細檢查，發現是生腫瘤，而且腫瘤已經蠶食緊佢嘅下頰骨。照完之後咧，就發覺真係嗰個腫瘤咧大到咧連面頰骨啊都穿埋嘅，即係食穿咗嗰個面頰骨。周生喺口腔生嘅係造有細胞瘤，係一種主要發生喺下頰骨嘅良性腫瘤，但具有侵略性，腫瘤會破壞骨頭同鄰近嘅組織。当肿瘤变大嗰阵，会整歪啲牙，导致牙脚收缩、松动，甚至引起面部畸形。嗰时都好惊啊！佢话个肿瘤已经可能五六年噶啦，已经长好长时间噶啦，已经，所以咧就要尽快做咯，唔系咧嗰个下颌骨断咧就比较麻烦好多。造有细胞瘤的复发率高，医生不建议周生就咁刮除个肿瘤，要彻底将右边的下颚骨切除。不过切除了下颚骨就会冇咗半边下巴，想重整下巴就要用另一块骨移植在下颚。呢一块骨可以在病人身上的颌骨，又或者小腿的腓骨切割出嚟。呢两部分都是多余的骨，切除后不会影响病人日后行路，适合进行游离皮瓣手术。皮板本身具有血流供应，同时供应到骨缺损和牙龈缺损的重建。在手术前，医生会帮周生做电脑扫描，将他的头颅和颌骨做一个扫描，方便计划手术怎样做。我们揀选的部分是这个部分，我们根据我们需要切割下颌骨的大小、形状，我们去计划一个雙類同的一個 骨塊、一般的骨呢、這個骨因為本身我們是大血管的，它和普通即、骨折的個愈合其實是一樣，初步愈合是6星期的、你要它穩定一點，其實3個月左右就 OK 的了。周生在手術後條頸留下一條疤痕，而且下顎相連的小臼齒一直去到智慧齒的牙都在手術中切除，所以要做植牙手術。基於我哋呢一個重建呢個骨咧，係之前係配合咗其他牙齒嘅狀況咧，佢呢個骨愈合咗之後，我哋可以喺呢個骨上邊再植牙嘅。咁植牙之後，佢可以同上面嘅牙配合到，佢可以有翻佢個咬嘢個功能。造瘤細胞瘤雖然是一種良性腫瘤，但是可能會隨住時間慢慢咁變大，造成更大的傷害。另外，患者長時間唔求醫嘅話，小部分人可能會變成惡性腫瘤。看完周先生的個案，蔡醫生雖然說大部分的造有細胞瘤都是良性，但是有些患者都會變成惡性，是不是？是，這個是屬於非常罕見的病例，當中可能在所有造有細胞瘤的病例之中，可能只是佔其中1%而已。他們如果變成惡性的話，他就就是會轉移去其他身體的部分，通常就會最常見是會轉移去肺或者去到個腦的。口腔腫瘤不一定是良性腫瘤，還可能會患上惡性腫瘤，即是口腔癌，危及到生命。稍後回來我們再說一下。
繼續 EF 最強啦，上一節咧我哋就講到咧比較常見嘅良性口腔腫瘤啦。咁今節咧我哋就探討下惡性嘅口腔腫瘤啊。咁再醫生啊，最常見嘅惡性口腔腫瘤分邊幾類咧？最常見口腔嘅惡性腫瘤咧係鱗狀細胞癌。佢基本上喺口腔入邊差唔多好多組織入邊都會有嘅。最常見可以喺發生喺個脷嗰度啦。可以在牙肉啦，可以在面頰的部分啦，口底的部分啦，嚇呢啲就算幾乎你口腔入邊所有的組織都可以見到呢一種鱗狀細胞癌嘅。咁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如果細胞癌啦，真係有口腔癌啦，其實罕唔罕見咧？香港咧大概幾多萬人會有一個人患呢個癌症？大概每10万個人咧，可能即係亞洲的地區嚟講，每10万個人可能有3個噶啦，已經嚇，所以其實都唔算係罕見嘅。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大家都知啦，早啲醫就早啲好，咁大家都好啦咁。咁想問一下，容唔容易察覺嘅咧？如果有口腔嘅惡性腫瘤嘅話？口腔惡性腫瘤咧，好多時唔係咁容易察覺嘅，因為好多患者都會以為係牙肉腫啊，可能係熱氣啦、生痱滋啦嚇，牙肉嗰啲鬆啊，佢以為可能係牙周病啊，啲牙齒鬆啊、甩啊咁樣，所以其實都會延誤咗嚟醫治嘅嚇。我見過咧一啲相咧，就口腔癌咧入面生咗啲粒粒咧，有唔同嘅顏色嘅喎，係咪咧？係口腔癌咧有部分嘅表現咧係一啲白斑或者係一啲混合咗紅色嘅斑嘅嚇，咁佢啲紅白斑可能會有入邊亦都有潰瘍嘅嚇，咁有少部分嘅患者咧係可能之前係有扁平苔藓，咁而之後有啲細胞變異咗而演變成一個口腔癌嘅。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其實咧，好似生痱滋咁，一般人咧，即係可能好耐都未必去察覺到嘅。其實佢哋食嘢嘅時候，會唔會個感覺會有唔同嘅咧？即係口腔會有唔同，等佢哋有個 signal 去睇醫生。最大問題咧就係佢依啲口腔潰瘍咧，未必會痛嘅。咁所以個患者唔係咁容易察覺，咁可能係要靠佢平時刷牙啊、照鏡啊，先會感覺到嘅。咁亦都有部分嘅人咧，可能當佢即係個腫瘤變大嘅時候咧，會影響個神經線嘅感覺，咁可能會出現個下唇啊嗰啲麻痹啊、條脷麻痹啊，或者當個腫瘤變大嘅時候，影響咗嗰個脷嘅喐動啊，或者佢個張口嘅幅度受到限制啊，咁當然去到咁嘅情況咧，那個腫瘤都幾大下噶啦。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口腔癌嘅治療嗰方面啊，係咪同即係良性係好唔同嘅咧？係咪都係好似惡性腫瘤咁，要切除、要化療、要電療咁樣咧？咁亦都視乎嗰個腫瘤牽涉個size 啦，嗰個大細啦，佢嗰個影響嘅組織有幾？有幾遠啊？咁因為佢係一個惡性腫瘤，如果佢仍然係喺一個局部嘅範圍入邊，即係只係限於一個局部嘅範圍，而未去到轉移嘅，例如佢未轉移到去頸嘅淋巴，或者佢未有一啲遠處嘅轉移去到肺啊其他嘅地方，咁只是局部的地方一般都是用個手術切除的。如果是一個很小的腫瘤，而只是牽涉一些軟組織的，可能是有機會只是用電療或者配合化療就可以，即不需要做手術。如果它是size 是比較大的，去到第二期的，或者它牽涉那些顎骨的，影響到啲骨的，基本上電療的效果就不是那麼好的了，那它就需要先做手術的，那而之後需不需要做電療啊、化療啊，那要看回那個手術之後的病理報告啦，同埋配合翻個個病人本身嘅情況，同腫瘤科醫生去商討，去決定需唔需要進一步嘅治療嘅。當嗰個腫瘤已經大到係如果做手術嘅時候已經係會影響到其他有啲好重要嘅組織，令到即係可能基本上係做唔到手術，咁佢可能即係變咗嗰個治療嘅方針就唔係要完全去根治嗰個病徵啦，咁可能係要透過可能電療、化療啊，令到嗰個腫瘤減即係、就是、個縮細啲啦，或者嗰個唔會有呢個流血啊嗰、那個情況啦、去延長佢個性命啦。
咁我想問一下啦，即係譬如如果真係不幸患上呢個口腔癌，其實咧如果係存活率係有幾高咧？這個視乎他發現的時候是屬於第幾期啦。多數人你都說很難，其實很早發覺的嘛。是。其實他們的存活率，如果一有這個癌，其實存活率會不會很低？如果呢他是只是講緊係一個局部範圍受影響，冇去到頸嘅淋巴，冇去到遠處嘅轉移嘅，而成功地做到手術嚇清除咗，佢五年嘅存活率可以去到八成嘅嚇。咁但係呢個亦都係視乎佢發生個病變嗰個部位啦。咁如果係喺嗰個口咽部分咧係比較差嘅，可能去到五六成嘅啫。如果係喺嘴上嘅部分就最高嘅，咁可能有去八九成嘅五年存活率。咁但係如果去到佢轉移咗去頸嘅淋巴咧，咁嗰個整體嘅存活率就已經變得五年嘅存活率係大概四成左右。如果已經有遠處的轉移更加低了，可能大概都是 10% 左右。如果有口腔癌又會是怎樣的呢？一起看看。今天不回家，好快去。這麼好唱口的姚婆婆其實是口腔癌康復者，現在每說多兩句說話就會口乾要喝水。唱歌就很難唱，哎呀，我听到心好唔舒服，好难过。几年前，姚婆婆条脷经常出现溃疡，但又唔痛嘅情况，佢以为只系一般嘅口腔问题。我以为系好似比如话生痱滋或者唔舒服咁样啦。过咗一段时间，姚婆婆觉得左边脷唔舒服，仲影响到食嘢，于是睇医生，化验之后证实患有鳞状细胞癌。这种癌是最常见的口腔癌，姚婆婆的恶性细胞有三厘米大，是第四期的末期，还已经扩散到淋巴位置。姚婆婆一定要切除脷底的肿瘤和做化疗。其实可以看到她的脷蠕动，她这边是紧了的，在这边她就是这边蠕得好一点的。你蠕一下脷看看。先做术后摩天轮，新加坡摩天轮。手术后影响姚婆婆舌头的活动，令她很难发音。我想买嘢，我要去付费嘅收货嘢。我话俾你知，我想你话你讲乜嘢，我听唔出啊。除了讲嘢，食嘢都有影响。电疗令到姚婆婆口水腺功能受影响，不单止成日会口干，冇口水仲保护唔到牙齿，好易蛀牙。姚婆婆而家要食半流质嘅食物，有时连饼干都要浸淋嚟食。半碗饭吓，软白白嘅饭啦，我要三碗汤，两杯水，得可以食到饭。如果冇水冇汤，即系吞唔落。医生说即使患者在治疗后仍然有五成机会会复发，而病人五年内的存活率亦都不高过五成。预防口腔癌和预防其他癌症一样，要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譬如是早睡早起，少点烟酒，多点做运动，都可以预防口腔癌。另外，喜欢吃槟榔的市民亦都要减少一点，因为槟榔是其中一种致癌物。徐医生，我们又想问一下，口腔癌这个病是否防不胜防的呢？口腔癌咧可以同一啲風險因素有關嘅，例如吸煙啦、飲酒啦嚇，咁或者係有一啲病毒影響，亦都可能會有嘅嚇。咁但係亦都喺口腔癌入邊嘅患者入邊，可能有大概20% 嘅人其實係絕對冇呢一啲不良嘅嗜好嘅。咁所以我諗最緊要咧就係要有一個定期嘅檢查啦，及早發現有唔妥嘅地方，咁可以及早去醫治。所以咧，聽阿蔡醫生講，咁及早咧去做一啲嘅檢查啊，早啲預防咧，就可以咧避免到咧呢個口腔腫瘤嘅喎。咁今日多謝曬蔡醫生，多謝曬。唔好客氣。我想下有冇啲妙法咧，係可以幫我哋係即係譬如有啲同事咧，佢係好難瞓得著嘅，係咪有冇啲咩係即係醫學上可以係幫同事可以早啲入睡咁樣嘅？
我哋就請教咗家庭醫生關家美，咁佢話失眠難入睡都可能係因為多嘢諗。咁佢話想有覺好瞓嘅話咧，喺臨瞓之前就試下咧學識放低，無論係啲太煩嘅嘢，又或者係太開心嘅嘢咧，都好容易令我哋好難瞓得著嘅。咁佢就建議咧，市民可以喺臨瞓之前諗乜嘢咧，諗一杯清水，咁就容易啲瞓啦。其實市民在日常生活方面都可以有很多事注意一下，例如是黃昏之後盡量就不要喝茶、咖啡，平日就喝多些豆漿、牛奶，這樣都可以補充到體內的鈣質和鎂質，有助舒緩壓力，晚上就會好睡一點了。另外市民也不要在臨睡之前做太過劇烈的運動，令到自己興奮過頭，這樣都難一點睡得著，晚上就應該保持一下輕鬆的心情，平常心這樣咁就容易啲瞓。大家有啲咩問題可以 email 呢個網址俾我哋，等我哋同大家解答一下。今集時間夠啦，下集再見啦。